气流高速。再一次逃难啊！我们逃难的装备升级了啊！哎，都在拆了。肥东又发生3.3级地震，震源深度10公里。评论区很多人说，4点钟看到地震源，然后就地震了。我第一拐拐都屁的了，想出来住的么子房啊？找位置。你往往去，一路的头全是的。哦来看啊，升过去过后，真的尽都是垃圾，真的够了。哎，我做错什么？你给我手机。你出车是不穿的，穿的露地鞋怎么了？哎，我犯事了，不能出去的你。我穿着露地鞋出门，我犯事了，对不对？不这样的。我穿什么？我犯法了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。你不认为犯？你不要跟我讲的，我不懂。你讲没没正义感，你这。我就问你，我就不能穿露地鞋出门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涂。出来玩这汉服穿不得吗？穿了，所以你穿了汉服上街，然后再庆祝我成立75周年的日子，这么显眼、大张旗鼓的，我非常爱国，我非常爱国。心中只有我们自己的祖国。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你们不会，我只是问你们不会被打吗？你会被打吗？我知道，如果你是我们的自由，我
这是为国，我们只是在。那你可以大声的穿着和服喊出我爱中国吗？我爱中国，可以吗？以我就是爱中国，怎么样？我说，请你不要脱下你的和服，永远穿着。汉服你不会穿。三二三二，你别拍我，你有什么权利拍我？不好意思，我拍他们了，不拍你啊。他拍我们工作照片。对。你那儿有吗？你可以看一眼，没看见吗？跟他们报一下吧。你看一眼，没看着你。啊。不用拍，不用拍。你来，我跟你说，你来说说。你说，你过来，你说过来。我说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让你监督，你可以监督我。我没违影响你执法，不是吗？我没影响，不是，是不。我没影响你执法，不是。怎么了？我问你们认识还怎么了？我不认识啊。认识啊。认识，这串门怎么了？是没撞门，我们接着我跟他说好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让我上派出所。对，人民警察。那你去派出所干嘛？我们有备有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你不自愿的吗？可以去九龙庄，可以不去吗？不是。走，咱们下午了。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个车还使劲超我呢，超满。哇！吓死我了！哎呀！我以为他是那个男的。刚才我们还是清理，突然之间十分钟就下暴雪了，我这是第一次见啊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